好，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穿蓝色短裤的呢就是沃什，黑色短裤的是卓班。双方同时起腿碰在一起，卓班挡着对方高扫，再拍开对方的高扫，后两个人换拳，金拳，对，卓班转身拳。前面两个人打的还是我是中扫，对，比较正常吧。两个人发攻击的时候，卓班侧身移动逃出，同时出招。卓班前后手直拳，刚才面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。